众早安，我是刘佳燕。今天是民国109年11月28号星期六，新闻首先关心天气。中央气象局上午7点10分持续发布大雨特报，东北季风影响，今天基隆北海岸、台北、宜兰地区及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，北部、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雨，其他地区及澎湖、金门、马祖为多云到晴的天气。此外，气象局也发布陆上强风特报，东北风明显偏强，桃园到台南东部、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、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及外岛，容易有9到10级强阵风，沿海及邻近的海域并有较大风浪，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。气温方面，东北季风影响，北部、东北部及东部今天天气较凉，其他地区早晚也偏凉，中南部地区日夜温差大。今天各地预测气温，北部16到24度，中部17到28度，南部19到28度，东部17到25度。